兄弟们，今天呢就是我国宝人生当中第一次直播游戏首秀了啊，还有一个设备还没有到啊，现在我们去快递超市把它拿回来，然后带回家把它安装好，走。一天天的就你快递多，没想到送上门来了啊！现在我们把这个快递拆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现在已经拆开来了，是量子灯，我们把它组装起来。兄弟们，花了半个小时终于弄好了，当当当，已经弄好了啊，然后把灯关了，看一下效果。